各位学员请就座吼，咱一分钟后开始上课。各位好，咱请就座哈，咱今仔要开始上课啊。各位好，咱请起立。起立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会忝袂吼？今日即节课吼，咱是要来咱近代史历史的回顾啦吼。啊，真辛苦恁，恁为大家对屏东来，为对高雄来，哦，那大家为着咱本土台湾人，要来爱了解遮个近代历史，为人。想讲啊，较早我读册都拢读啊，蒋介石吼八年、八年抗战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台湾光复，吼、哦、啊，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哦，这歹势，请有人听无台语的，有啦吼、哦，台语拢全听有啦吼、哦，台语你听无啊？好，不要紧，较等一下，我等这个，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，因为过去吼，咱所读的历史，拢是假历史啦。哦，啊，咱今日嘞要来了解，就是讲，咱要爱真真正正的历史。哦，啊，希望伫台湾民政府遮，会当互你完全了解，咱所要爱的真真正正的历史。哦，啊！伫遮你所有的疑问，咱伫台湾民政府拢会互你得到正正确的答案。哦，我本身我也是伫台湾民政府得到正真实、正好的这个解答。因为过去六十几年来，我无法度他完成的，台湾民政府有我这个机会，啊，我会甲伊完成。哦，这较等下吼，咱来一一来解说。啊，首先我先介绍我家己。哦，我姓刘，我住伫屏东。哦，咱屏东有闹一个九如，啊，冒一个后庄呢。哦，啊，九如冒一个交流道。啊，高雄嘛是，所以讲唔好听唔对。话讲高雄，哦，九如啊，凤山嘛一个后庄啊。哦，啊，我住伫屏东啦。哦，来首先。咱要先来了解，这个好，咱先对这个1894年哈，
咱先来了解这咱近代的历史，因为过去这历史上为人哦，就讲啊，对荷兰啊，对郑成功遐哦，有较远，啊，咱真较了解，就是讲对近代咱先来了解，对这个大清帝国，哦，在1894年发生这个战争，大清帝国加这个大日本国哈、哦、战争，啊，以大清帝国战败，即嘛战败，唔是讲战败安得尊神，爱个赔钱，爱个挂地，吼、哦、割让挂地。啊，伫这个大清帝国战败了后，伊爱赔2万银两啦、啊，2万万银两，哦，啊个挂这个台湾平湖。甲辽东半岛，当这是又挂三块岛，哦，但是咱即马先来看，就是讲先看台湾甲澎湖，因为等下这个辽东半岛吼，因为伊是牵涉到领土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较等下咱伫这个占领袂当移转主权这个部分，咱会当互你较正确个了解，哦，啊，咱甲看这个第一条，就是大清帝国。皇帝甲皇帝，吼、哦，即马战败了后是皇帝签约，吼、哦，皇帝甲皇帝，这条吼爱足注意听，因为咱啊高级班会考试，这条一定会考，100%一定会考，吼、哦。因为咱即马的领土，包括进台湾，进的所有权都是伫日本天皇的手里，吼、哦，所有权，吼、哦，啊伊即马。这个战败了后，咱吼、哦、等下来看签约。伫国际条约来讲，签约一定有一个签约日甲生效日，吼、哦、甲生效日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伫这个伊藤博文啊，伊是代表大日本国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李鸿章。伊是代表大清帝国，伫1895年，吼、哦，这个1895年4月17号是签下关条约、下关条约啦。日本人是叫下关条约，啊，中国是叫马关条约，吼、哦。马关条约就是讲，这个伊藤博文伊是代理签约，啊，这个生效是5月7日生效。但是呢，你伫这个大清帝国伊战败了后，伊所割让的，就是讲台湾澎湖甲周边附属小岛有36个小岛，包括钓鱼台拢是。啊，这个小岛，你爱个点交，爱个点交，啊，点交是谁点交的？来，咱这拢是原文咯，这不是咱家己话。好、哦，这是咱第一任的总督。好、哦，咱总督华山之基。啊，今啊，这个是李鸿章的第二后生李金芳。哦，这是伫6月7日点交的。所以讲，这伫下关条约所签约来，就是讲伫1894年发生战争了后，啊，1895年的4月17日。签约了5月7日生效，6月7日点交。这点交是伫家人的外海，有一台这个滑轮，日轮的滑轮叫做横滨王来的，12:30签，这个点交完毕。比如讲，是安那他有个点交，咱一般民间，哦，咱土地买，哦，比如讲，我买着这块地，爱个叫地政。哦，来鉴界，来量啊！我这块地到底是圆的还是三角的，哦，还是四角形的？你拢爱去点高，爱、啊、是毋是讲我介只游泳电话啊？死高嘛是爱去回复倒转来。所以讲，你甲看伫民间啊，诶，这个地政的乡里啊，伫严肃，乡里啊是紧，何况阁是国家，哦，何况阁是国家啊！所以讲哦。来，咱来看后一个。了后就是讲，这个进程啊，1905年，
到1915年，这个马关条约了后，就是讲伊6月7日点交以后，6月17日，就是半个月，伊开始施政。哦，这个日本天皇伫这块土地遮开始哦，甲咱建设。啊，伊伫1905年到1915年，哦，所以讲伫遮经过10年的时间，因为咱当这时，这块土地台湾这块是因较属关山，较东部这边是一像一只虫的那尔，哦，较高山，所以讲咱伫西半部这边是有6个屯垦区，哦，6个屯垦区，所以讲哦，了后经过这10年啊，10年大法度他整个甲台湾规个，哦，建立咱台湾头一个主权。啊，这个当中，你若可以看到这个赛德克巴莱这个影片，哦，你就会去感觉到，咱当这时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伫即马来伫在1937年。哦，开始是安怎？他会4月7日，皇民化伫1937年的4月7日，恁爱记就好。较等下，佫有一个1945年的4月7日。哦，这考试绝对拢一定会考。你若即节课，你家己听好详细，甲重点拢记落来，应该高级班来考试都拢考会过啊。哦，来考试都拢考会过。为什么？他也买这个皇民化，皇民化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若较老一辈遮的人，你会去了解到，就是讲有乎你姓名，属这个日本的诶，这个学这个名，哦，这个日语，像讲咱有这个什么柱吼，秋子啦，还是什么菊美啦，还是什么摩尼，什么这日本名，哦，咱较老一辈遮拢会学着迄个名。哦，啊，那像讲咱伫平常时伫做工课，哦，就讲哦，咱做了足忝的，啊，中昼食饭饱，哦，来啉一罐啊啤酒，但是这是日语讲秘鲁，哦，这都有用到日语啊。啊，是讲咱也是伫起厝，啊，是用到有着电线，哦，啊，西有人咧做讲，哎，麻烦这个片机啊落来吧，哦，摕来一个。哦，这都是拢日本名。哦，啊是咱咧开车，咱去转，无，这是这个收音机啦。哦，咱咧讲个来机哦，啊，对，这恁都拢知啊。哦，这都是皇民化艺术，就是安尼。哦，有咱，互咱教育日语。哦，加减嘛，因以后这就是也臣民嘛，咱就是咱即马咱知啊，所知啊，咱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。哦，咱不是中国人，哦，所以讲恁今仔非常有福气，哦，会当来遮变得着乐透搁较好，哦，搁而且恁即马高级班上完了，恁是一个终身的公务人员，啊，伫遮我甲恁讲，恁茫讲，啊，我哪读国校呢？啊，我读国中，哦，啊，甚至较悬校咧读高中呢，恁无有这个想法，甚至会讲。啊！我伫大工厂诶，啊！我伫做土水诶，我伫油漆诶，伫咧白铁诶，我是安怎要安怎去共管呢？恁绝对毋好有这个想法。咱必须听我讲，只要你是认同台湾这块土地，甲认同咱诶法律，这都是台湾民政府诶精英。哦，家己鼓励一下。哦，所以讲咱毋好看轻家己。哦，伫遮我。大家跟您讲一下，好、哦，这就是皇民化，当这时在咱家实施这皇民化的这个情形，这个大家拢知啦哈，足少看到，唔知哈。来，这个年代就是战争的年代，好、哦，在1941年的12月7日，哦，是伫这个。大东亚战争应该是伫十二月七八开始啦。啊，我今日要甲你讲的，就是讲，这是当时这个日本的首相叫做东条英机，因伊就是发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的。哦，伫12月7日，
伊就对日本海出发，哦，伊就驶伊这东条英机，就是伫迄台太和号迄台舰船主要战舰伫内底，啊，伊顶面就是拢遐零式战斗机嘛，啊，伊正对日本海，你若去看到迄个奇袭呀，唔是偷袭哦，奇袭珍珠港。迄、那个影片，你就会看到，伫迄台舰船内底，伊日子拄好十二月初五，啊，掀开伫十伫迄个初六迄点解掠掉，就是十二月初七，伊就是对日本海开到太平洋，要接近珍珠港的十点钟，伊呾发电报，吼、哦，因为你战争的时阵，爱两国拢爱同意，你若无同意，就变偷袭，还是算日本人较巧。伊驶到要到的时阵，但是迄阵的电报直接就是，伊是拢爱讲和嘛，爱讲啊，唔好唔好战争，因战争是作战可的代志，会死伤作济，啊，所以讲无法度。伊伫1922年的时阵，伫这个华盛顿军事条约当中啊，都、就是这个有五个国家参加，第一英国、美国，啊，加这个苏联，哦，加日本、加意大利。因这当中，因在签约的时阵哦，讲袂好势，就是讲我伫海军来讲，美国买五只舰船，啊，英国嘛买五只，苏联嘛买五只，意大利嘛买五只，是安怎日本打三只呢？这底只，所以讲日本伊东条英机伊当时是就是讲要发动这个、战争，就是伊嘛有个精英呐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啊，我日本人哦，人话讲讲。卡阿爸是安怎拢要共占人的土地？唔是安尼，即爱经过有条约讲了袂好势。哦，当时是伊是要用八八舰队嘛，八台的这个驱逐舰，加这个八台的巡逻舰嘛，啊了当一只大只的这个舰船嘛。哦，你也看咱的第七舰队，伊都是有驱逐舰四只，哦啊加巡航舰。啊，加迄个大只的迄个主要战舰下面搁一只迄个皇冠不降，哦，潜水艇，这是啊，安尼呢？你一个国家要强盛，伫海军占足大个优势呢，就是讲你的军力、武力，哦，制空权甲制海权足重要个。啊，所以讲东条英机头较好，伊对十二初五伊就开始开出，到初七的时阵，初七拄好。这个珍珠港呀，因美国都好礼拜嘛，礼拜啊，大家拢要咧佚佗的。透早十点外时阵，伊飞机已经拢起去啊。去到目的地，伊要随轰炸。去的时阵，伊头一步起哩，先巡。你的舰船一堆，你的机场一堆，哦，你的船坞啊，就坐船呢，哦啊，包括你的油库一堆，伊先去巡，哦，先去巡。啊，这是当时啊，联合舰队的司令官，都是356，哦，356，哦，这当时是在遐下面迄只舰船，哦，这咱啊，这是去哩有哦，奇袭珍珠港，唔是偷袭哈，唔是偷袭，这咱啦必须顶家咧科技讲啊，偷袭珍珠港你也甲写掉，写掉这都唔对啊，哦，是奇袭珍珠港。啊！你啊看，伊喺伫舰船起嚟嘅时阵，遮就遮嘛，这是部分啊，因为这话作者吼战争，咱看一下就好啊，因为迄话拢作战课诶，即个，咱唔爱卖看样子哦。但是这是一个历史啦，吼、哦，是一个历史。当时是伫十二月初七炸了后，头死四千几个，吼、哦，死有死伤嘅四千几个。但是你啊看，迄整个嘅珍珠港拢满目苍蝇。但是当时的总统就是罗斯福总统，你爱记得伫美国的宪法内底，美国总统伊无直接会当下令，哦，伊爱经过美国的国会，爱半数通过，才会当允准这场的战争。但是人都拢来到门口靠啊，他有可能无靠，还佫咧半数通过，全部拢总统过，所以讲伫12月7日由国会来宣布，哦，就是大东亚。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是一天，哦，一天开始的。啊，但是伫十二月初九，哦，咱中国那边迄个蒋介石，伊嘛宣战嘛，向日本宣战。
但是你个伫这个国际条约内底吼，你要战争一定要有两个国家同意，哦，爱两个国家同意。但是日本伊不接受，因为蒋介石当时是伫重庆是国民政府，伊遐有三个国民政府，哦，啊，伊嘛无资格他宣战，因伊当时是伫行政院长，主席是林森、双木林，啊，下面佫三个木。哦，林森森林的森林都颠倒病了。林森伊是主席，伊宣布的，但是日本伊要接受，因为当这是恁伫中国有三个国民政府，第一就是我拄仔讲的重庆林森嘛，第二个就是南京的汪精卫，第三就是延安的毛泽东。啊，你这三个要搞向我宣战，啊，我要是要听恁对的，要听对一个，所以讲他们有接受。这场的战争就是无算，哦，来，这个条约哈，较等下啦，如果时间会赴，我讲一个日露战争啦，咱顶个月有看到的，伫未来日本台，诶，迄个，那讲日俄战争你就知啦，啊，那日露战争你可能较唔知，你那少年家你那对哈，有这个网络，你该拍去。哦，日露战争伊都会造出来，这内底哦，有无这个诏书，单两字诏书两字尔，你敢知啊？日本天皇伊也是受效忠的迄个程度，恁等下看，恁就会了解。哦，因为我惊哦，这要讲到这历史高，咱等下一个讲法哩，所以讲我重点拢甲恁讲，啊恁爱记的。记起来，你那咱高级班那考试是一百八十分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恁伫初级班那先了解，我若要甲伊讲啊足深，恁有都是啊，恁对听个无啥啥。啊，咱先重点先讲互恁知影，这个诏书伫1945年的四月七，拄啊一个1937年的四月七皇民化，是安那太要四月七，四月七。就是日本的会计年度，包括国会，包括公务人员，包括学校，拢伫是四月初上班上课。哦，这就是个会计年度。啊，伫咱家实施明治宪法，咱的行宪纪念日，伫较早蒋介石啊所定的12月25嘛，哈，点咪到啊？但是浙江。是愚人节，咱的四月七不是愚人节，就是咱的行宪纪念日。以后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了后，要把这两个改倒转来，就是四月七，就是咱的行宪纪念日。啊，因12月25叫做愚人节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因为这伫咱家，吼、哦，伫台湾朋友实施。这个明治宪法就是将台湾并入这个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领土都袂当分割。我拄仔有讲过，辽东半岛因为就是领土，就是中国的起源地，哦，叫做奉天。当这是挂这个时阵，一笔拢挂来，挂了这个日本天皇。但是当这是就是苏联，哦，啊加这个德国加法国。因有抗议，讲这领土袂当分割，哦，所以讲伫十天后，佫定一个还原条款，佫赔32,000两的黄金，佫予日本，哦，所以讲这个较等下嘛是会佫讲到，会讲到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我会甲详细拢甲恁讲甲足清楚，啊，恁注意听，注意听，啊，若无吼，等下若有等伊。伫这个咱的网络，你会当去看，吼、哦，咱会当去看。这个实施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荷兰有这个参政权，这个等下当去讲，吼、哦，这个有荷兰参政权甲参战权。参政权就是讲有三个，咱会当去因的国会议会内底开会，啊，五个。参议员，众议员三个参议员，这三个参议员，一个就是柯炳，第二个就是金龙山，第三个就是林献堂。
哦，同齐是有去参加因的聚会，这当有算呢，那有算，互咱有参战权，甲参政权，哦。来，啊，这是伫1945年的8月7日，美国向日本投下头一粒的原子炸弹。哦，这个原子炸弹有一个好名，这个叫做胖子。第一粒伫长崎，哦，8月7日，这粒叫做孩子。两粒原子炸弹弹落到地，当啊，当这时安尼，这个边啊，伊个辐射拢也毋免讲诶。当啊，安尼当场迄两粒倒下，就死20几万人啊！哦，这就是这原子炸弹诶，这间隔，诶，这个辐射诶，迄个情形。啊，伊日本天皇，这个日本天皇诶，伊是昭和啦，这昭和这是一个年号，哦，年号。伊正式伊是叫做汝霖裕仁天皇，哦，汝霖天皇。啊，即目前咱拄啊恁长来吼，有伫只表吼，咱这个表这顶管是毋是写着平成25年？哦，这是年号，这是目前即马明仁天皇的年号啦。哦，然后交几年？这是一个年号啊，正式伊个名叫做明仁，即马目前是明仁。啊，伊个短号声叫做德仁，哦啊，但是要阁继承的这个短号声无声查甫的，所以讲是第二号声，这个叫做耀仁，哦耀仁，这就是因即马的人字辈生出来，就是即马太祖以后就是要接天皇的，哦。咱无这个名，后来我都要讲诶，哦，这就是荷兰有参战权，咱的高沙义勇军，哦，包括我的三姑、亲三姑，就是伫进来的。哦，啊，我去年我都要咧讲诶，就是讲我60几年来无法度那完成诶，就是因为阮老母的愿望，啊，所以讲伫台湾民政府内底，给我这个机会。但是咱来把握机会啊！机会绝对无可能去等你。恁若是讲，因今年可能报名完，有报名完啊，伫12月，今年12月20日，吼、哦，要过这个，甲咱天皇80岁祝寿。因为啊，天皇，所以讲这是一个象征啊。你要入去到靖国神社的内殿啊，是完全根本无可能啊。因伫日本。一般的民众就好，伊一世人无可能当入去到内殿呢。内殿只有3种人会当入去尔。第一就是天皇，第二就是国会议员，第三就是因的管市长。交接的时阵，这3种人会当入去到内殿。迄入去到内殿吼，迄是真正讲，恁爱家己有亲身体会。明年啦，明年我要去，明年我要过去。吼、哦，啊，因再够有机会无？哦，每年会当去，因為魚非常的好。你一般咱伫日本佚佗，拢伫观光地区尔。你要去这个所在，根本都无可能。只有是咱伫台湾民政府，哦，咱是政府的官员，因为咱的英灵伫靖国神社的内殿有39100的英灵伫内底，这拢是咱的祖先，哦，拢伫咱的祖先。啊，你若有去吼？我希望恁去见下油酒馆，吼、哦、油酒馆，我拄仔咧讲诶，迄、那个日露战争，就是奈木因两个后生，拢战死伫沙场。奈木因个后生足缘投，伊迄个相片拢有出来。恁个油酒馆，恁若看，咱真真正正历史拢伫迄内底啦，这是真正历史。咱过去所透诶68年来咧诶历史啊，我若无来伫台湾民政府，我甲恁个想法拢总相共。包括恁即马咧看的电视，你若无跳脱伫迄个框架，你若无跳出去，你当时都伫即个进来底底咧说尔。你真看的电视，嘛是拢是负面的。哦，包括昨日，哦，阮即个潮州遐有一台即个咱的 USNG 的，吼、哦，即、這個、红色的车牌，吼、哦，
哦，伫迄个零件迄样炸落来，结果伊是该报啥？台湾国，台湾国啦。哦，即咱咧寻即个途径，该叫伊更正。哦，是台湾民政府，毋是台湾国。哦，来，啊，即马伫即个1949年的9月7日，因為天皇伫8月13日，因伫伫家己本身伫遐。因为这无导航袂使啊！哦，伫13号的时阵，伊就伫新闻机内底吼，即、哦這个赖志玉会见啊，就伫遐咧家己伫遐咧讲，要安怎宣布导航？哦，啊，伫14号的当中，伊经过开会国会议员开会了，伫8月15日，伊才用赖志玉宣布无条件导航。啊，毋是讲导航，真正毋是讲导航就煞，毋是，伊也伫9月7日吼。9月7日，哦，这个是伫只签约从光轨签的，这台就是伫密苏里镇，这个什么人？哦，蒋介石，蒋介石伊无伫内底签约，哦，伊无伫内底签约，这是麦克阿瑟将军，阿兰杜啊，这个就是麦克阿瑟。哦，麦克阿瑟，当即马签约了地投降书，会记咧？这地投降书，这个人是因为日本外务省，哦，外务官叫做重光葵，哦，咱拄啊伫这个诏书内底有写着，伊代表两个身份：第一，伊代表日本天皇；第二，伊代表日本政府。所以讲，伊签约的时候，伊是代表日本政府。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27条内底。任何一条都不会处分到日本天皇，哦，所以讲南京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爱记恁真正的新闻是啥物新闻，恁爱了解哦，好清楚。安尼以后，咱若家己要管理家己的时阵，即等下我会讲，要安怎台湾的地位，最终要安怎行？即到尾啊，时间来付，我先再搁甲恁讲，即种足重要的重点。哦，啊，即嘛，即就是咱的当作是即个昭和吼，啊，就是讲咱即个裕仁天皇，伊当作是伊嘛个马卡萨，该回事嘞，吼、哦，该回事嘞，伊毋是伊本身发动战争，哦，是拄啊咱咧看迄个东条英机伊发动的。啊，结果中条英机当然是伊侥幸嘛，吼、哦、侥幸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拄啊咱看吼，这、哦、伫这个密苏里镇内底签约的，吼、哦，安尼看，我用这个甲恁讲，啊，用这个图片，互恁看，恁就会当了解，吼、哦，甲记起来，吼、哦，了来，这张，就是伫1946年，吼、哦，为什么？咱那是讲日本人甲日本人生出来，一定是日本人嘛，对不？是啊，那咱的阿公阿妈，咱的爸爸妈妈，迄阵是日本籍，是安怎咱真刻到的？这张是虾米货？咱是奴隶呢？咱迄身份证后壁你甲变过来，诶，右上角你甲看，迄、那个号码，哦，迄、那个号码就是区分，咱是奴隶，哦，咱是奴隶。因为伫1946年的1月12日，将咱台湾人，哦，所有的台湾人规划的中华民国籍，哦，但是伫3月7日，英国甲美国有3届白皮书抗议，结果蒋介石啊，伊嘛无要插咱，哦，咱是伫浙江上届困难就是浙江，哦。啊，过来，这个228大屠杀伫1947年2月28日，因这多样介济啦，啊，我是大致上小夸，甲伊捡一两点仔起来尔。伊迄位较早有更脚，有更手的，哦，这我无用出来。我大致上吼，甲恁讲一下，哦，因当这时，这个228大屠杀的时阵，就是咱本土台湾人。这医生、
即个老师，即个有知识分子的即个人，哦，那譬如讲啦，像咱拢伫遮，咱遮都拢总互你也去啊，哦，包括白色的恐怖，哦，这拢是，哦啊，要搁有这个戒严的时代啊，全世界无人戒严遐久的，伫1946年的5月19日开始戒严。戒严的时间是到1987年的7月15日，哦，拄好38年过56天，全球无人咧戒严遐久的，拄好上介少啊呢。来，这个1949年，咱较早有去换掉。咱的四大人，还是咱的阿公阿妈，有去换着40000换1元的，就是这张。哦，啊，搁有2张迄个1元的啦。哦，这个咱影片内底拢有哪有，咱对家己找一个吼、哦。因为伫1949年的6月19日，40000换1元，这个阮故宫。哦，啊！到阮大伯、阮二伯，伊迄阵咧起分啊厝的时阵哦，分啊厝大家听有无？哦，分啊吼，起2间分啊厝，家己借钱，结果就是一工过了后，掠2只鸡啊，嫌疑呢？掠2只鸡啊，起2间分啊厝，你也看迄阵咧钱偌济？啊，40000换1元啊！哦，但是当这时迄个年代是一斗米20元。哦，啊，即马咱秘书长有讲，这个40000换1元。100%一定要给你换回来，为什么？10倍嘛，经过60几年，一挂物资的波动，40000换1元，哦，40000的新台票啦，换咱正台票，还是讲正台票就咱的美金1元，甲美金等值啦，换安尼嘛拄啊好尔，哦，60几年安尼拄啊好尔。来，即马这个到1951年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签的时阵，当这时这个若无参加战争的，就无法度通签约。因当这时世界只多54个国家尔，哦，伫迄个年代是54个国家。1951年9月8日签约的，即签约的人，即马伊签了，伊甲这个。条约，这个、证书拢爱去摕对国会，经过呢国会同意了，那伫1952年4月28日暗时11点30，这个是这个条约生效哦，生效。啊，你若无送回来，就无啊。哦，最终存48个国家呢，哦，存48个国家。来。啊，这个我要做一个，这个咱过去吼，这个历史，诶，这个因为咱有哪一个讲法律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这是较简单的，这个咱历史的这个过程，啊，大家有啥物问题无？那如果无，我今要来讲这个法律，吼，咱这个法律，来美国的国父的乔治华盛顿嘛，吼。根本人唔知影，大概应该拢写伫遮啦吼。伊伫1789年的7月2日，1789年的7月2日，向美国国会借2本册，哦，2本册，到221年，华盛顿的基金会成立了，伊才行伊。这2本册。其中一本就是《万国公法》，万国公法，哦，《万国公法》历届啦，哈，历届，你像罗斯福，以及全世界内底做四任的总统，做四任的，啊，你敢知影罗斯福伊大学读对？唔知哈，读哈佛大学。奇怪呢，读哈佛大学拢会做总统呢，哦，
咱即马即个嘛是啦吼，即、這个地理当局即个嘛是，佮而且成绩欠败，还佮买做总统，吼。来，咱即马即个国际战争法，即、這个等下下面我有写国际战争法，上一个叫做国际战争法有五点，第一点就是海牙第四公约，吼、哦，1907年所成立的。第二点，就是这个日内瓦和平公约1949年成立。哦，第三点，红十字会全进会的总章程。咱也有捌经过看到战争，你该想在战争的当中，有穿衫后边写一个十字的，还是咱的手腕才有挂一个迄、那个肩章，十字的肩章。哦，这就是红十字会伊内底所有战争的一部分，这就是义务兵啦、啊，义务兵。啊，这伫战争当中你袂当去甲拍死，哦，但是伊是包括盟军、敌军，伊拢总爱救。哦，你像咱这个较早九二地震，哦，还是去年的芝麻米，迄、那个福岛三一一。迄个拢有红十字会，哦，红十字诶，这个协会去主动帮助，这嘛是伊的一部分，哦，这嘛是一部分。啊，第四点就是这个美国的陆军交战守则内底，包括战争法内底，诶，有3000几条的判例，哦，啊，第五点就是这个最高法院的判例。哦，这种有关战争法，这五点叫做国际战争法。啊，咱即马在讲的，咱秘书长请来讲，哦，伫网络上请来讲，因为恁爱记的，恁这期是71期，哦，诶，这个华理学院的研习会，恁爱家己爱记的，哦，71期，啊，我是早年60几期啦，哦，啊，这无要紧，因为咱来，咱大拢有机会，哦，4000名内底。咱是革命先行者，哦，革命先行者，为一挂专家学者，伊在研究的，是研究历史。但是呢，咱这4000个，包括台湾民政府，咱是在创造历史，是在写历史，唔是在研究历史。哦，咱家己爱了解这点，哦。来，即卖讲这个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恁来记起来。哦，我拄啊，这拢有写伫遮，是安怎？伫这个美国陆军交战守则第6章第1节358条，伫遮延伸出来，这毋是咱来嘴轻在讲啊。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有根有凭呢，有据的。哦，这有根据的。你若如果占领会当移转主权？美西战争，古巴，哦，这个西班牙挂你们，古巴、波多黎各、关岛、菲律宾，这种叫做美国啊。哦，那占领当移转主权，安尼话来讲，这种叫做美国。哦，啊，你呐，伫这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就是咱拄啊讲的国际战争法内底第几条？日内瓦和平公约内底的第47条，伊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规章内底哦，有100几条，我还足济，但是即我就找这一部分哦出来。和平日内瓦和平公约第47条，伊内底内容是写：流亡政府袂当流亡来伫他国个国家建立家己个主权。哦，就是像伊伫中华民国，伊就已经流亡啊。哦，流亡来伫这个咱台湾的台北，你会记咱啊在棒球比赛拢写啥 ？CT， 迄个骂古拢 CT 啊，哎，唔是中华台北，哦，迄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包括这个达赖喇嘛，哦，西藏流亡政府伫这个印度德兰萨拉。诶，吐蕃，伊那是一个城市尔，哦，那是一个城市尔，
毋是讲像咱进，包括咱进去做兵啦，还是纳税金，这拢总无合法嘞。所以讲，咱进要要紧的是要紧啥？毋是咱单要达到这四千个，咱达到这四千个，是讲咱的要甲美国军事政府接这政权，毋是中华民国啊。哦，咱伫早七点半来上课，唱国歌了。主席宣读的迄四点，两个主张，两个立场。这两个主张立场，敢有人知影？来，我搁念一解予恁听，爱听好哦。这考试百分之百一定考出来，这是咱的官网就有啦。哦，官网就有啊。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以国际法律，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，美国总统落有台湾的占领权，所以叫做日属美占。哦，迄两个图就是日属美占。迄真甲恁讲，安尼恁可能看较无哦。但是美国总统伊按照万国公法有责任，和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律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的两个主张。下面两个立场，就是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。流亡政权来伫台湾遮，吼、哦，就是即目前这个中华殖民政权、中华民国，伊所推动的事务，咱无要配合，咱嘛无要合作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四点就是讲，咱无要用武力甲暴力，吼、哦，使流亡政权结束伫台湾占领。咱即马在讲的。即个历史啦，咱以后咱是免战争。你茫讲看到哇，迄战争片，你拢放个战争片，我看啊，以后甲咱着过去战争哦，唔免。咱用啥？咱用这支笔就好。这支笔是边刀搁较来，边枪支搁较尖。咱用这支笔刀用啥？法律嘛，咱秘书长咧讲个法律嘛。咱就用美国伊制定的法律，咱就甲过就好啊。吼、哦，伫2006年12月时，咱秘书长吼、哦、林志升博士，就是咱的秘书长，伊来过美国的四个单位。第一，就是美国的国防部；第二，美国总统；第三，美国的国务院甲司法院。吼、哦，咱是用。人权改革，即个伫咱个台湾地位甲天龙个关系，伫恁个第一本遐都有写，恁对即个一寡即个迄个基本个恁爱读吼，伫迄本红个迄本都有。后来，美国国父华盛顿吼，毋是迄本是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。是本粉红色的吼，你即马摕迄本，手迄本就是，吼、哦，我拄阿只所讲诶，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，吼、哦，遮拢伫遮。来，咱即马来讲法律诶台湾甲政治诶台湾，法律诶台湾，为虾米咱台袂讲法律诶台湾？为虾米它有政治诶台湾？目前，咱进伫中华民国的体制下，进就是政治的台湾。啊，有的人恁若来上课的时候，人讲恁唔好去遐，唔好插政治。啊，恁若唔好去插政治，歹势，政治就是来插你嘛。由于要去几年，输在伊个啊，对不对？国际原油在落价，伊在起价，这叫什么政府？包括恁遮为少年家，吼、哦，有查某朋友诶，我请问你，恁敢娶无？
一个月两万几块要安怎饲？哦，那是大人有厝的，有车买予伊的，还 OK 啦。但是你生囡仔呢，嘛爱共饲呢，对无？我伫九月份，我若无用助学贷款，三个囡仔二十万来找七百尔。二十万啊，两个大学一个高中，你也看有偌济二十万，哦，所以讲这就是政治的台湾来，咱甲看一下。即目前的流亡政府中华民国，伊的顶头上司就是 AIT 嘛，吼、哦、AIT， 啊 AIT， 伊的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国务院，是安怎中华民国，较早甲美国伊是同盟国。哦，伊嘛是同盟国，但是为什么咱大就搁去甲中华民替中华民国做兵？咱纳的税金是安那那个纳予伊？哦，这咱大家爱思考。我即马所甲恁讲的，就是讲恁唔好单知影，拢知影答案就好。因为你伫美国，像阮一个孙啊，阮这边大兄的孙啊，伫美国咧读册，因无像安尼呢。教授甲你讲答案，无可能。哦，像讲这个法律台湾，比如讲法律台湾，你爱家己去找异地，去图书馆找异地呢？唔是讲哦，啊，甲恁讲讲的哦，答案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无呢？所以讲，咱底家咱就是咱台湾人拢欠思考的逻辑，哦，迄、那个逻辑观呐、啊，拢无够遐。啊！你甲想，咱今拢咧看电视，我会当拜托各位啦，因为我看迄电视哦，我看到吼血压强要压起来，真正看到血压会压起来呢。所以讲哦，尽量啊，电视卖甲看啦。你若一直看哦，你无法度呾跳脱中华民国迄个框架内底啦，你跳袂出去。像话安尼，顶几期啊，有咱的学员。受问题吼，啊，咱遮个教授、遮讲师伫遮讲甲有嘴，讲甲无烂。即马对，啊，伊嘛足认真哦，伫网络安尼看，看几暝呢，拢无困，看足侪资料。结果去甲朋友讲，朋友讲，我英语足牛，啊，我入去美国个网站内底，我来因个维基解密甲吹。结果问问来讲。啊！台湾民政府拢在骗人诶，负面诶啦！伊煞走来甲我讲啊，我阿叔阿叔阿，这我看看，人朋友甲我讲拢种负面诶，我讲、啊、拜托诶，啊！你来遮上课，教授甲你讲甲安尼有嘴无烂，啊！你也莫去思考。哦，我甲讲简单诶一句话啦，危机啥叫做危机解密？各位敢知？包括伊内底阁有一个机密。還有一个极机密，你无可能去找得到啦。噶你若讲安尼很简单找得到，美国免人啊，日本嘛免人啊，对无？啊，中国都几排，所有的机密拢该查查找做出嚟，伊就变足强啊，是不是？包括 F-35， 哦，遐一挂零件、件件拢是嘛，哎，就是拢伫内底危机解密内底的极机密内底。哦，这是我简单甲恁讲讲者，互恁听。来，啊，这个咱即马，这个政治台湾啊，这大概讲者就好啊，莫阁讲，阁讲都是会闹场个啦。哦，这卖讲，来，咱讲这个法律台湾，法律的台湾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顶头上司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。哦，啊，军事政府的顶面就是国防部。哦，相共。伊个头家拢总是美国总统，即、這个全文呐、啊，我大概甲恁讲，啊恁记好好。哦，我用即个北京语讲一解，啊，咱即个台语讲一解。哦，在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并且加入国际社会组织，和台湾。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哦，这是经过一个专门。来，我用北京语，在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，成立台湾民政府，
并且加入国际社会组织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这是咱台湾民政府所主张的，这个法律，咱要记得清楚。吼、哦，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成立台湾政府，进目前是试行运作。啥物叫做试行运作？包括中央政治局、中央事务局、中央决策委员会，包括参议院、众议院，加咱的乌行部队，这就是目前咱正在做的、在运作的试行运作，就是影子政府嘛。哦，咱即马就是安尼在做。好、哦。来，啊，这个，这因为我顶一期我无讲到，所以讲话，我甲这个美金，我甲提早来伫头前，吼、哦。美金是安怎，它会变色？有人讲台湾民政府，迄诈骗集团，我请问你，我入来内底甲要三年啊，我敢无骗到虾米货？哦，有啦，早头阮是较早两年，阮是交5000啦，啊恁交6000。这个诈骗集团，安尼对1000块请身份证，甲你骗，啊，当过来甲你骗这个6000块的，啊，后手当过甲你骗这个10000块的，敢有这样的诈骗集团？伊恨不打袂当讲，将你落地啊所有扣着的钱，100万、200万、1000万，拢甲你骗完。啊，话讲美金无可能换色，咱秘书长就讲啊呢，去年就讲，5年来美金一定换色，一年我得换，是啊，他要换色，因为伪钞足济，啊，因为这就是一个经济循环，我拄仔讲到，我先甲恁讲，因为你若是美金换色。啊，迄阵也拄啊好，美国讲放咧无薪假，哦，无薪假。啊，有个人较偏激的，伊个想法就是讲，啊，这美国得要崩盘，哦，美金得换色啊，啊，这个美金可能会用中国的人民币来取代。我讲哦，这足无低、足无头壳的想法啦。啊，美金有贬值无？无嘛。这就是一个经济循环。哦，经济循环，这个就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所提倡的经济循环。哦，经济循环伊的条件就是讲，你若一直复苏，无萧条甲衰退，你一直复苏起嚟，到尾啊变成啥？通货膨胀。哦，啊，这是这个30年。伊都有一个循环嘛，复苏起嚟，哦啊，慢慢复苏来到家，慢慢伊就萧条落来，到衰退，了，但佫慢慢，但佫去，咱伫30年前的经济，那嘛是袂歹啊，哦，民国80几年迄阵，嘛是真好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一个复苏，一个经济循环啦，一个循环。来，这是阮去年去伫迄个靖国神社，这吼、哦，这拢原木，到今拢还阁无油漆咯，拢还是原木。这你一个去的时阵，你就闻到香味，足香的，哦，足香的。啊，阮因去年吼、哦、是220岁去，啊，因为我本身啊，因为我的妈妈哈，就是因为我的三姑，阮三姑足疼阮妈妈，因为上细汉的，我嘛是人讲地位啊，我嘛是上细汉的，哦啊，所以讲伊足思念阮三姑，啊，所以讲我调伫要去靖国神社，咱秘书长讲下当去比较来电，啊，我调到去，因为我50几年我唔捌上坐飞机过外国。所以讲，我坐飞机哦，
说要落来到日本迄时阵哦，我说会惊，安全带下来哦。啊，来我咧上手来记的，啊，咱这个副主席哈，咱这个潘信新副主席，一直惊啊，一直在咧听人讲，我才看伊惊，讲啊，来拢未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这就是咱唔捌出国哈，的一个经验。啊，这去的时阵，咱是足济人诶，我去哈。阮拜了出来，迄天拄好零度，吼、哦，我足惊寒，因为我伫屏东拢十三四度、十七八度、二十度拢有呾形容，迄去零度，啊，耳根叽叽叫，足寒的啦。啊，所以讲恁若有机会要去吼，即寒天爱脱一个衫，吼、哦，爱脱一个衫，无有迄个寒着。遮，这里就是外电，啊，外电入去内底。就是来电，啊！你袂当对家入去，袂当对家入去，惊哦！伊只叫一个路惊入去，搁有一个会议室，就是伫举行国际记者会、记者会啦，哦，诶所在。啊，底下拢总受气啊，拢受气。结果吼、哦，要入去参拜伫因内底哦，啊，鞋啊拢穿一骹诶迄一领鞋啊，一双鞋啊尔，只款些鞋啊穿较厚啊。热爱哈，热爱下骹伫即个会议室，热爱，就是要入去内殿啦。伊还阁挖一个孟子神入去，吼、哦，因民众我都有讲过，一世人伊无法度通入去内殿，伊就是拢伫外殿遮尔，啊，拍两个扑啊，安尼拜尔，拜一下，拍两个扑啊，拜一下。迄入面两百几个哦，出来啊，民众因迄民众拢伫惊伫看，出来会甲你惊咧。伊会认为是讲，恁即群人讲这啊，大家拢穿黑西装，吼，包括咱的帽啊，甲咱这个拍去，以后咱的公务人员，咱的着装就是安尼，正式的服装上班就是安尼，吼，包括咱有楼卡遐嘛，戴帽啊，就是挂咧拍去挂这粒，迄全部按两百几个拢伫遐，迄民众。敢惊咧，但是日语我是较唔捌啦。啊，我有一个日语的老师，伊八十几岁，八十六岁啊，人嘛是啊。我阿遐景色足好，遮景色足好啦。哦，啊，即卖咱大概吼，我是安尼甲恁讲一个尔，即个。还有很好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看的旁边那个二重桥黄居哦，那戏到那里、哦、真的有够好，那景色又比你现在在看到的更漂亮。我们广场，那广场是三万几个到四万个呢，我们是刚好接近在这个天虹三十公尺，在那个安全玻璃那里，我们就看得到了。我们两年我们都摆在上头前，因为起先头一年吼，我是无去，我唔知。咱去的时候，咱是排头前，因为警视厅叫做警察嘛，咱这警察叫因遐叫警视厅，是带路呢，带咱头一批入去到日本天皇，而这个皇居，咱遐有皇居，我因为我无用出来，哦，迄皇居足好诶，哦，因唔好甲讲甲伤过清楚啦，伤过清楚哦。恁老爷讲，阿爸无通去。明年咱把握时间，吼、哦！明年差不多八九月啊，就爱好登记啊。因为咱伊伫迄个时阵是旺季，所以讲按订饭店，咱去饭店拢是五星级、六星级的饭店。迄阵拄好帝王蟹，拄当咧生产的时阵，我迄蔬菜里只，我去吼，咱两百几个入去到。餐厅内底，迄个服务生呾捧遐帝王蟹捧袂哩，啊！你食迄盘帝王蟹就有够个啊！迄一只一万块的机票，吼、哦，一只一万块的机票。哎、啊、呀，鱼啊吼，食迄咸鱼，吼、哦，迄咸鱼真正有够好食。吼、哦，鱼啊食早顿，遐应有尽有啦，拢总有，足好个。后、哦、来，按即马吼，抑佫。一寡时间，哦，这个关键人物，咱即马所讲的，就是讲咱今目前台湾民政府，咱的林秘书长，
伫2006年十月二十四去过美国了后，咱的关键人物是谁？敢是咱的秘书长？丢一半尔，当然伊无法度，就是拢咱在座啦，在座台湾民政府这些革命先行者，哦，革命先行者不是先烈哈，革命先行者，咱所家咱就是家上福气的，哦，我都有讲过，咱是伫创造历史的人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这些啊，以及咱这4000外的人。咱所要做的工课，吼、哦，咱所要做的工课，都、就是咱尽目前咱伫这代，咱爱甲流亡政权中华民国赶离开台湾这块土地，咱的子孙，吼、哦，包括咧叫恁阿公阿妈阿祖遐的人，咱的下一代伊无责任。伊嘛无迄个权利，但受流氓政权的剥削加扭曲，因应该爱过着快乐、美满、幸福的人生，安尼对不对？嗯、来拍拍我这里、啊。来，咱即马遮吼，佮甲恁详细的介绍，吼、哦，咱伫这个网站吼、哦、AIT， 咱找会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伫联合国内底，伊是唯一中国的代表呢。吼、哦，单一个中国呢。吼、哦，伊伫第26届这个联合国的会议当中，伊是半数通过，唯一代表中国。中国单一个呢，中华民国这个唔是啊，这已经流亡政府啊嘛。哦，伊伫1949年的10月7日已经流亡来伫。台湾啊嘛，好、哦，啊你甲看，哦，加毛下，1979年1月1日，美国政府改变对台湾的外交承认后不久成立，哦，第1979年4月10日通过《台湾关系法》，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哦，美国的国内法，所以讲你甲想。因这个飞行机当时要落，伊唔免经过中华民国，随时伊要落来就是随时伊要落来，哦，伊免经过因的塔台啦，免经过因的这个中华民国，而且官方拢唔免。哦，来 ，AID 是台湾关系法下台湾当局的顶头上司，为人讲。啊，中华民国伊是一个国家，哦，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。啊，为什么？咱讲，拄啊，咱进前迄个讲师有讲，伫蒙特维多内底，蒙特维多的公约内底啊，你是一个国家，你爱有4个条件，第一。你爱领土主权爱完整。第一，你爱有政府。第三，政府下骹你爱有人民。第四，就是讲人民你爱制定，你爱有选举，制定宪法甲法规，以及外交权。请问？啊，咱这块领土，哦，咱应该有拢有上过几啊节课。咱的领土是日本天皇的，领土。哦，啊，咱进政府是流亡政府啊。哦，啊，咱人民咱所客是虾米货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佮而且伫迄个国民内底一点关当一个音啊，迄就是消音啦。恁无注意吼，咱若咧用支票，吼、哦，若咧用支票的时阵，你写唔对，你甲付的，你敢会当领？
袂当啊，一定爱当因啊！啊，咱人，咱这个身份，咱是国民尔呢，咱搁经不用消音，咱拢唔知啊。安尼有可能无？哦，真正足可能。那今日恁无来遮上课，恁拢唔知影真相，无去了解着。哦，安尼大家足福气啦！哦，足福气。第三点，就是讲，你制定法律，你选举了，你爱有外交权，爱建立外交权。啊，咱的外交权，你像去年、顶年，这个刘珊珊的事件，恁敢无听过？有啦吼，外交权所谓的 A1 跟 B1。还是领事馆甲大使馆，哦，大使馆甲领事馆都是 A1 甲 B1 有豁免权，但是刘三三伊讲有豁免权，敢有？嘛照上个你也来关嘞，哦，迄唔是，迄因刘王政府无啥物豁免权呐，因咧是一个经济办事处尔，办事处尔，哦，迄是办事处，迄唔是讲代表一个国家。啊！结果咱拢唔知啊，咱嘛是用骗到戆戆说，吼、哦，拢唔知啊。啊，我拄下都有讲过啊，希望大家电视吼、哦、有啦，阵也要看哦，赢一个就好啊。唔好即卖咱上课吼、哦，上上的对，伫咱这个新台湾论，咱就得买迄本足重要，咱必须顶个精神、个心血，拢伫迄本内底。哦，讲起来，实在哈、哦，咱秘书长，我是足甘心的啦。伊向执着，为着台湾民政府，佮受人的侮辱、人的批评，他都不动于衷。伊就是坚持这条法律，要将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。这种人是非常的辛苦呢。哦，咱该鼓励一下吧。因为今日就是五一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对伊脚步一步一步看行，咱一定会向美国军事政府接到捐款，就像这个日俄战争内底，这个内幕我都有讲过，吼、哦，因为要五分钟，我。简单把这个内底的详细的迄个重点讲一下。内幕就是第三军司令，吼、哦，第三军司令，因为天皇下命令，叫伊问安怎一定要二零三高地一定要给伊攻起来，因为若无攻起来，日本都灭亡，都无得无咱今日啦。迄、那个高地下骹就是一个旅顺港。旅顺港就是咱这个下关条的迄阵，甲大清战争的时阵，因日本想要甲客旅顺港、甲大连港客不起来，因为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军港，永远拢袂结冰，哦，永远拢袂结冰。啊，你若伫迄个高地，你要甲伊攻起来，日本当啊，迄个俄罗斯的联合舰队入来都袂亡啊。所以有迄阵嘞，联合舰队啊，就是俄罗斯上强，哦，上强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伫十二个参谋官内底，端两排刀啊。内幕接到这个诏书的时阵，伊藏伫刀啊，伊端行入去。因为迄阵第三波要攻起的时阵，攻世界，迄、那个高地端死45,000人。伊无机关枪，俄罗斯有机关枪，迄机关枪拍甲红呢，人安一炮起哩，四个一炮个起哩安尼。啊，因内幕第一后生，吼乃木圣典呐，因内幕一只名叫做乃木西典。啊，伊第一后生就是要起哩到迄个高地，迄、那个壕沟，都要跳起哩，都要枪支拍到头壳，我当场就死啊！哦，所以讲，因两个后生拢战死伫沙场。啊，这个内幕伊嘛足委屈，无法度啊。伊甲讲，诏书，迄
十二个参谋官拢总爬起来，大拢立正。这就是效忠啊！这个教书就是圣旨啊！圣旨下令，无论安怎，第四波一定爱，搁死偌济人，爱甲二零三高地攻落来。啊，第三波去哩有攻落来，拄啊剩四十个人伫遐尔，嘛无水，嘛无枪支啊。结果迄个二皇尼古拉二世，搁派兵来部队，都甲伊歼灭了。哦，甲第四波这个义约。基约就是皖东军的联合司令，联合司令，伊照这个权，因是拢是甲这个乃木共同乡，拢是同乡的迄个人，啊，所以讲伊家遐参谋拢赶出去，两个师弟啊底下讲，要借用伊的权呐，因伫迄个宪法内底，伫明治宪法内底，军。苏联甲苏联，你袂使超过伊迄个权限。但是义约伊为着国家，伊讲伊这条性命已经无价值啦，已经服国家。哦，所以讲我拄仔咧讲的咱的万国公法，迄个条约，就是不成文的，诶，这个惯例法，就是伫遮才有用到一点，就是占有伊的迄个权限，改用过来。但是迄伊是判军法咯。啊！你那迄阵判军法，国家都无伊啊，要安怎个判军法？所以讲，这就是一个惯例化。挪威伫第四波，伊用伊个炮兵，迄阵到28里炮，上强的28里炮，一直拍，将迄二零三的高地拢拍啊！遐大炮，按本身嘛，家己有死，俄罗斯遐嘛有死，所以讲最后攻起来二零三高地。拄啊，安尼死45000人，打一个高地尔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一个效忠的问题。啊嘛，希望咱的秘书长嘛下一道的命令，这嘛是叫做圣旨啦。希望咱台湾民政府遮哦，尽量伫4000个改。较紧结束，咱向美国军事政府接政权，好唔好？好。因今日这时间的关系，我简单讲到这，好，感谢。各位同心，请起立。